天文。嗨，任生。两位香槟，啲同事忙紧倾租约，摩姐仲叫你飞啊？我有更加紧要嘅事要做啊嘛。原先以为上咗机先见到你添。咦？同我坐埋同一班机，仲坐我隔篱，呢程机十几个钟，我谂住仲会好闷添。我哋負責嗰16個 tenant 入邊，摩姐用咗2日嘅時間就傾成咗13個，佢仲幫哥定傾掂咗1個。平均租約嘅加幅係25%到35%，高過公司嘅 target。摩姐真係心急啊！連我飛去美國做私人嘢都唔放過，要你同我講咁多嘢。對不起，是我不對，不應該見到您啊，只跟您談公事。你可以教我一些你家鄉的方言嗎？好啊，任先生，你有听说过小瘪三吗？小瘪三？嗯，什么意思？您猜猜。你在称赞我？咁啱啊！听讲你倾到4个客，我倾埋最后1个就可以去 shopping 准备飞。咁领先又唔代表赢紧嘅，可能会有 surprise 咧。咁睇下边个 surprise 先。这是谁呀？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哟，怎么没有了我以后，憔悴这么多？有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约了朋友。哦，我忘记跟你说了，黄先生是我爱人，之前那间铺头，就是他给我开的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所以今天。要过来跟你谈合同的人是我。那其实跟你谈不是更好吗？来，先喝一杯。甭跟我来这套，我可不是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女朋友。我跟他什么都没有。我知道你是用它来轰走我的，你真不知足，我对你多好啊！不用说话，我一点都不想听。我今天没心情谈工作，但是，如果你能让我开心的话，没准这个合约能谈得成。你来是为了合同，还是为了我呀？过来。我而家唔得闲，有咩说话请留低。林念心，我警告你，倾药还倾药。如果你同 Tanny 有啲咩不道德交易，影响公司声誉，我都先唔会放过你。如果你想要合同的话，就必须让我开心。想怎样？坐。你知道的，我想要以前开心的感觉。亲我，亲
亲我啊？就这样就完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对我。贪心过就好了，别太贪心，好吧？我就是要贪心。如果你再不配合，你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快结婚，这样不太好吧？你管我！呢个电话打过俾我嘅，我见你打过嚟，咪 call 翻你咯。我用咗呢个电话十几年噶啦，我谂你个朋友会用呢个电话号码噶啦，你唔好再打嚟啦。唔系想食回头草啊嘛 ？Anyway， send 咗摩姐电话俾你啦。咩事？有冇听到我留言？未喎，而家听。唔使啦，我只系想提醒你唔好同啲 tenant 有不道德交易。你想咗佢咁耐，都应该太迟啦。咩为之不道德？你同我定义未必一样喎。